不怕，你们躲哪里？哇，你打杀到一个人。Eagle and the Bear。哦，Eagle and the Bear。我以为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。兄弟，我是跟我爸，我是 Blan， 今天玩什么？今天玩双人狂野生死斗啊！对了，洞穴迷宫这张地图，一个非常非常老的地图啦。嗯，在这张地图里面呢，我们常常就会看到一些硬猎人啊、弹射啊，这样在中间里面乱跑的哦、嗯，或者是一些大汉啊，例如狂牛雪莉啊，也会很热门的。没有错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嗯，就是无限熊熊流。哎呀，熊熊都可以来这边玩无限，怎样玩的嘞？其实这个也是很早以前就有兄弟想要看了的，对啊，只不过那时候的熊熊还比较弱势一点，嗯，但是最近的熊熊啊，它那个回血的能力执行已经被加强了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们就想试下了，如果是搭配这种图腾的话，他一直放熊去追人，然后又没打到敌人啊，又回血很多，这样子会怎样样的效果呢？没有错啦，那熊感觉一直打不死这样，然后又一直无限供应量，非常的好玩啊。对啦，这个熊现在很耐打了啊，嗯，就带着这个熊出去玩一天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样子我们就马上来试下看这个组合到底行不行吧 ，Let's go。看个究竟呀！两个漂亮 ，OK， 这是一定要把上面先。对，但是这个墙壁啊，很多鱼啊挡着我，你看，你看要顶着我。不用紧，不用紧。哎呀，想到我都生气气了。没问题的，我们一起打掉它就好了嘛。打完。下面一个可特，可特加火箭，哇呀，赢大家超级火箭，会有你们。凶啊！很凶啊！完全凶，要回个血啊！现在强力给我死啊！先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够血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血了。嗯，刚刚就真的是一枪死了。来啊，你来，你小心啊，血量不要低啊，会死哦，等下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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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喂，我的朋友这样子问过我了，很危险嘛。差一点点了。没问题，你再来引导我、啊。来啊，现在射爆，现在又高级了一点了。没问题啊，来啊。哦，打多少级我都不怕了，来、啊、我真的怕。来啊，来啊，哦，怕不怕？怕不怕？来、啊、来、啊、来、啊、来、啊，这边。年轻人要讲武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种老的还没有关系。谁比较怕还不知道呢？啊，来快刷个大招躲在这边，他银弹应该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是用完了。两粒，两粒罢了。一粒射我，一粒射我。哇，这大招哇，你很会开枪哦，现在还可能。对呀、啊，他三粒都用完了了，一粒射我，两粒射。不用紧，哎，你过来，我射到你这是空的哦。OK， 有人爆坏了，有人爆坏了。然后你的第二个又在。Hello、oh!。不用紧，我跟着熊熊去作战。OK， 看熊熊的眼。熊熊，哇！如果没有熊熊干，你应该会走进去死掉了吧？不用紧。喂，第二名啊，什么鬼？我怕你啊！来啊！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图腾，看到吗？他没完了，他用完了。哎呦、哎！哇，这个刀枪了！不用紧，不用紧，还好我扛得住。OK， 打死了。OK， 漂亮，有熊熊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躲一下。哟，不赢了！哇哦 ！OK， 先再给你，再给你轮。我再放你刷个大招。好，一起一起哦，赢了了，大声烧烧血，是啦，直接追进去，不要跑出去，不要，一个人下我下，哦，不要了不要了，回个血回个血， okay, 回个血，现在你要回去找那个图腾兄啊，回去图腾我怕，哦，他也是刷，可以，还是刷，现在看谁刷到血了，啊，升级啊，满血，哇，嘿嘿好，我靠你啊，不怕不怕，哦，漂亮漂亮，哦，出去出去，什么鬼啊，剩下你一个，对对 对, 对，我的兄弟一直打、啊、你，你一直打我没有用的啊，给、okay, 漂亮，耶、yeah。Hello， 我昨天蛮多肉吃的嘞。嗯，你要外面还是里面？你要是外面的菜还是里面的肉？里面的肉。OK， 那我们就去里面的肉吧。其实你讲外面的肉跟里面的菜，我就选外面的肉啊。啊，周一重要的是有肉。没有错了，吃饭一定要有肉吃吗？有地道，你刷大招点，我去探一探。你看这地道位置哦。对，不然他一进来我们就完蛋了。他去打架了，去打架了。刚才跑那是地道来了。不是，我去拖人家东西。好，哦，还杀死他了。哦，漂亮。喂，漂亮漂亮。我也是赢了。可以。啊，有时候看到食物经过啊，你很难叫我忍住来冲大招的啊。好、okay, 来我跟这熊去啊，跟熊去作战一下先。等等等等，看到吗？这个小熊，怕、啊、不怕？你们躲哪里？哇，一打杀到一个人。Eagle and the Bear。哦 ，Eagle and the Bear。我以为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，原来是 Eagle and the Bear。Eagle and the Bear， 我跟着你的熊去上路。是了，你们不要死啊！杀完两位我的熊。没有没有，我跟着他一起，很强壮啊，对吧？我的熊像挂的。厉害哦！跟你讲，主人家都，哦，来，我找个地方再给你刷个大招先。可以，那你得搞很多事情。哎，算了，我先。喂，
不要这样欺负啦！我杀掉一个牛了。啊，那个牛还在我。我杀掉外面的另外一个牛了。OK OK， 哇，啊、不能，那个鸟死哥。他现在放进去。我完全就是在欺负。鸟死。现在你想啊，你现在是要给地雷炸，还是要给 ？OK OK OK， 来，那个熊去咬那个牛。那熊，那牛用来一个钉什么什么补补什么？钉子裤。钉子裤，钉子裤回血。OK OK。啊，没问题。哎呀。我那个兵啊，很顺利啊，他死定了 啊！哇，凶哦，这个霸道哦，完全就是那土豆放下面了，你看我这乖。这熊还不是最凶吗？我现在更高级啊，我下一个熊他们才酷啊。OK OK， 来你放多个熊。这有牛的，来来来，我试试啊，看到吗？我跟着熊一起出来啊！呀，这是一级的熊啊，问他们怕不怕脚不脚软？还不怕你开大招走啊你啊？你都不给人家走。Hello， 姐弟，怕不怕熊？哦。来的看个究竟，哦，一路捡着去的节奏啊。OK， 就是这样子吧，就是这样子吧。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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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有时忍者可以跳过一些阶段的，我们觉得不想要阶段，我们直接跳去中间也是可以。也是可以啊，就比如格雷特来啊，我一定让他的。为什么要让他？让他在那边丢空气，等下才出来。嗯哦，现在我就丢他。OK， 不要给他直接刷刷刷刷。来来，我帮你看，你看个究竟先。对。可以哦，里面二战哦，二战哦。三八一下先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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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！喂，为什么你捡我东西？你可以打赢啊！他捡完我东西，但他有实力，你不要。他捡完就走，喂，妹妹是我的吗？勇敢啊！我看你去追一个。你勇敢，你不要大招啊！喂，你那边闹什么？我要，我在等着这个家伙。我现在过来，不要等他，你死啊！你不要过来了啊！晕他，晕他，跳起来，打死他先。OK， 又躲起来。哦。给你胸打几下，有流血、啊，我就可以慢慢回血。一个血条，一个血条，笑死我！一个血条。那木桶现在应该还在自闭这把的。哇！哎呀，以为看到肥猪喽，结果自己变成了肥猪喽。啊，结果自己变成一个笑话。格雷特够了啊！是啊，我躲在这边，你们肯定不敢上来打我。来来，这边。Okay, 你去锁我那个位置了，我锁住，锁住，不要给他进来。你们啊，等下我丢熊给你啊！啊，你等。我不要这边剁我，你一粒粒这样子剁我痛了嘞！啊，跳起来两个，哇，怎么那么两个？真的是可以的吗？喂，你不要死啊！我是要死，我是要杀人。牛哥，牛哥，牛哥，蹲塔！啊！来呀！哇，中间好多哦，我觉得中间是二战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们先打赢这一波小战先。可以，上面的人请注意，走开！耶、yeah, 啊，走开！我知道你有赢蛋。OK， 我们赢了小战呢，就可以去大战了。可以、啊。大战天空的感觉。去里面先，让你打一打，然后就剪掉部分呢。好喂，哇哦，剪掉跑。是的，还是被他打掉了。没问题，不用紧。小屁很靠近我们呢。不用紧啊，打小屁打熊啊，看谁厉害点。那你可能打的英雄啊。但是打很多只小，喂，早剪到吧，剪掉吧。耶。耶。这种捡到宝的感觉了，你很久没玩生死斗了，是啊，先下去啊，每一天都在玩3v3的模式，最开心就是这样，不要跟我讲了，第一名最开心，是在你最落魄的时候，你看到宝那个才开心，哇、哦，这两个走得好快 哦，麦克斯、啊，你来，好快，这边堵在门口的 ，OK， 来，你去吧，你的队友在门口里面，你们两个你要飘飘，哇，无敌哦，哎呀。那小屁现在开始一定搞我们了。哇哎，这个小屁射我好痛，举进去，嘘，还要跑吗 ？OK， 还要跑。他有地雷了，哎呀，他这样冲中了，中了。OK， 他刚引爆了，立马他就出现了一点点。速度太多，你丢个熊去。真的，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熊打赢了。哎，加油！哦、哎呀，不用顶气，哥，我跟着你的熊熊去外面作战。Okay.一个蹲一个，哦，漂亮！你蹲一个，我就杀一个。你要来捡吗？那我在后面一直加血。哇，哦，麦克斯出去啊！我又换一个熊给你啊。OK， 可以。这熊应该是追打了。看一下 PS 可特，噔噔。OK， 我在上面杀一个赢。他赢大哥，就我有一枪死了这个瓦克。哇，厉害！我上面也是遇到一个吓到我，4500啊，赢蛋！你继续刷个大招啊！我在外面，他应该不会想到射我。可以，不用紧啊，是你看我的熊，你看我的熊，还凶，还凶过人家。可以啊，你熊，蛮嚣张的。哦，有。这能量我们的。我的，我要给熊熊长大。你跳进来，没有图腾了啊。OK， 没关系。你小心那个云哦。两个。看一下是云还是眼睛。最后一个。应该都是眼睛嘛，不要躲在角落，你们两个走开。一，渔翁得利，耶，是你
力啊，什么渔翁得力，力你的头。来了喂，中间又没有东西了，上面有个队伍，下面有一个箱子，从我们选择上面的队伍。哦，也是这样的，太凶了吧？对呀、啊，这可是银猎人啊！没错，来放个图腾给你上个大招。喂，乌鸦，死乌鸦，走开！不要堵我图腾啊！你可以拿打，我有拿一点点大招，但是不可以杀掉图腾。对啊，杀了图腾我怎样生产？哎哎哎你呀、啊、还要来啊？你还要来？哎，那边他队友来了，应该是啊，牛哥牛哥，哇，我以后多一针我就死了，不要紧。他跳过来我就死了，现在。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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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你不要跳过来啊！啊，帮我打一下。我哦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！你在那边继续刷一个大招先。OK。啊，你现在熊应该蛮高级的，三级的熊。哦，凶哦，我的熊。可以。三倍强壮的熊。但是你要小心你的左手边。是。等一等，看到他跳过来。不要，我要送东西给他。啊，这无敌队友出来了。哦，他的时间不对，对。我算你的时间，没有想到他的跟你一样。一起死不要打我的东西，不要打。有个拜伦在旁边射我，他剩一点点了。下去，我也不要是毒啊，过好了，拜伦。回血先，那我放一个球。一下，一下在那边啊，拜伦。又是上面那边。哎呀，你很烦哦，你过人家打一直在那边，那你还不够吗？看到熊吗？跑哦，你看过、啊？他要搞事情哦，我都不觉得。哦，拜伦出去了，现在。OK。他的队友雪莉来了。你这个乌鸦，你这个乌鸦。哦，还好他去打你啊，熊喂，竟然抓我。OK， 你继续哇，坚挺哦你。拜伦已经打掉我们的东西了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等下我看一下有多少万。OK， 你现在继续的鬼一鬼。鬼一鬼先。OK， 可以放球出去赶他走啊。上面有两队来着。靠近一点，我看别人不敢靠近。可以，又是乌鸦。乌鸦，你别一直来啦，烦呐、啊，烦到你服啊。OK， 来来来。终于解决掉一个。再放个图腾给你，坚挺。OK， 坚挺啊。这个拜伦很努力，拜伦很动耶。哇、okay, okay.。终于都没有浪费这个配件了、啊，本来以为带了没有什么用到的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追击了追击了追击了，我今天打到我，走咦，完了啦！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！要怎么做呢？讲究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